常坐，调整呼吸，弯曲左脚，脚后跟抵住裆部，右腿打开，弯曲右膝，右手抓住右脚，左手和右手十指相扣，脚慢慢的向外展开，拉直手臂，感觉手臂有绷紧感，缓慢的呼吸，吐气，慢慢的放下，伸直腿，相反方向，弯曲右脚，脚跟抵住裆部，左腿伸直，左脚弯曲，双手抓住左脚背，脚慢慢的向外展开，将手臂绷紧，深呼吸，吐气，慢慢的放下腿，伸直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常坐，后背挺直，全身放松，调整呼吸。重复练习，左脚跟抵住裆部，右腿展开，弯曲右腿，双手抓住脚背，脚慢慢的向外展开，吐气，慢慢的放下，相反方向，脚慢慢的向外，将手臂绷紧，有一种结实感，好，慢慢的放下，吐气，伸直双腿，常坐，全身放松，调整呼吸。